知道现在声音有没有，对，有没有听到之类，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吧。有，诶，超神奇。那因为我耳机我听不到声音，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对，所以等我一下。这样，诶，没关系。诶，有吧，应该。那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所以好也没关系。可能是，等我一下。好吧，没关系。哈，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有点不太习惯。对，对啊，为什么？为什么？而且其实我想之前。就是人说，等一下，哦呦哦呦哦呦，有吗？嗯，我听到我声音了，好开心哦！对，超赞赞啊！我喜欢听到自己的声音。谢谢班长的真情告白，还有 Andy 的告白气球。就是说，之前啊，就是上一次直播啊，我不是就是也是用一样，就是用这支麦克风直播嘛。那就有人说啊，看到小迪什么为了粉丝，然后升级了自己的直播器材之类。我想说，不是，我是为了自己，好不好？这支麦克风是为了自己唱歌而用的，不是为了你们才买的，白痴哦！这我要重申，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个我绝对不是为了大家才买这支麦克风，我是为了自己去唱歌，我自己想要录影片，所以我才买这支麦克风，所以才对，所以才买这个麦克风，所以请大家不要误会，对我绝对不是因为你们才买这支麦克风，好不好？谢谢北极熊的海鸥，对，就请不要误会。对，傻眼，超傻眼！我看到人这样子说的时候，我就怎么这样子？对，因为我之前也有讲过，我买这些麦克风不是为了直播，我是为了自己唱歌用的。所以请不要误会，会笑死。哎，嗨 ，Bobo， 哎，嗨，好耐冇见。你睇我今日着自己件衫 T， 我今天穿黑色的自己的生日 T， 对，对。嗨 ，Oscar， 笑死，笑死哦！哎，今天怎么那么多？朋友来看我直播，会笑死我了。对啊，唱歌绝对不能少了麦克风，所以请大家真的不要误会。对，我啱啱话，啱啱讲紧话，我买呢支麦系为咗自己唱歌用，唔系为大家直播而用。笑咗，因为之前有人话我，哎呀，见到佢直播升级咗自己器材，点点点啊，觉得好用心啊，冇啊。冇用心啊！我系为咗自己咋，傻 J。笑咗，嗨，对，我真的是为了自己想要就是唱歌，所以才买麦克风，所以大家，对，我没有到那么贴心。Hello， 大家早安。好想睡觉。我跟你们说，昨天
我刚刚去打哈欠，我刚刚就是昨天没有球赛可以看，我还是4点多5点才睡。对，因为已经习惯这个时间，然后跟你们说昨天下午5点才醒来，不是醒来，是大概其实早上昨天是大概早上6点7点才睡，然后大概9点多我就打电话给家人，因为那时候刚好醒来，然后收到讯息，然后我家人就说哎有空就打个电话之类，然后我起床我就去打电话之后呢，讲到大概十一点半我才继续睡到1点半又很累，可是就很不想起床，对，真的太累了，不想起床，那一直睡，可是睡不着，到了3点还是睡不着，然后在床上面转来转去，转个一下下之后啊，算了，还是醒来吧。所以其实睡的时间还是不够，我觉得。可是太晚起床，我就很怕，就是太晚起床就晚上也很难睡得着，对。所以就醒来之后呢，我就，对，就吃东西。昨天点了港式料理吃。嗨，香港的朋友，对，嗨，谢谢晴天的玫瑰。我这很晚很晚才醒来，可是我很开心，因为让我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时间，超赞。边个真名睇直播啊？真名上连登，傻 J。谢谢夜兔的海鸥，谢谢慧香的夏日祭典扇，夏日祭典扇，我们夏日祭典的扇，不是，谢谢怡婷的文手礼，哇，然后今天还有谁讲？我刚刚一直跑出去画面外面去打哈欠。啊，陈凡磊啊啊 ，Hello 紫金 ，Hello 紫金，哈哈，真名几好啊？系啊，木木的宝宝 ，Hello， 啊哦，你应该是那个婷丽的粉丝，那个什么忘记名字，思明对不对？思明是吗？谢谢。柠檬的海鸥，对，啊，今天想要分享什么？想要分享，不知道，突然什么忘记啊？对了，那我想到这个，我是草莓，嗨，大家好，我叫草莓，我名字叫草莓，因为我喜欢《东京喵喵》里面的草莓。然后我想说的是，我那时候有一次我坐计程车回家，是最近，因为我们要跑去公司一趟，对，所以呢，这那个后夜制嘛，后夜制我有跑去，加时，sorry， 是加速，对不起，我刚直接两个人的名字混淆了，对，可是我记得你是婷丽的粉丝。对，然后，对，我们跑去公司一趟，然后我坐计程车，然后回家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很比较好聊的一个，阿姨这样，然后跟她聊天，她跟我聊起来，她就跟我讲说啊，今天很幸运，因为载到很多客人，我就说在疫情下是不是比较难？接到客人还是什么的，他就说现在疫情下其实有200块的话其实就已经是很好了，所以我就想说哇，原来是这样子哦，对，虽然我有想过，就是我也知道疫情下是很少人会出门，可是没有想过原来计程车司机们就是会觉得在这个疫情下跑200块就已经觉得这一趟200块就很多，我就想说哇，现在真的好像大家就是都很困难的感觉，就是对，就觉得有点啊，
如果可以赶快好就好，赶快好起来就好。对，再碰到一次我也再不怕。对，那你看我扎中了卧蚕，对不起，有点看不习惯没有卧蚕的我。对，然后我跟他聊天呢，他说啊，今天很幸运啊，就是除了接到超过200块的一趟超过200块的客人，他说很开心。我说啊，那就好了。然后还跟我说，他接到他今天有一次，跑就是有一趟是跑去桃园还是什么的，所以他说啊，赚到了1000多。我说啊，真的那么多？因为其实1000多一趟计程车其实是蛮多的钱的，对，所以我就哇，超多的，很多哎。我刚刚朋友马上密我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不是改名字吗？我说是，你没有改名字，会笑死。我跟他说你没改名。哈哈哈哈笑死啊！我说你没改名字，快笑死我了。对，那这开始他跟我聊到他会消毒他的车啊，还是什么的。我说哇，太用心了吧？对。对不起，对，对，真的觉得很好笑，对，我说很好笑的是，朋友没改名字，对，然后计程车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他愿意跟我聊，我很开心，你懂吗？就是随便一个人愿意跟我聊他的事情，我都很开心。我昨天，就吃了。港式料理好爽，你懂吗？你懂吗？一个人吃了4个虾饺、4个烧麦，然后3个奶黄包，然后3个煎堆，不是煎堆，那叫什么咸水饺。然后吃完之后还点了甜点，吃了一个乳肉蛋糕，一个千层蛋糕，一个奶酪，一个。烤布丁，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大概9点多又饿了，就点了一个章鱼小丸子，还有一个炒面，就是那种日式大阪烧的那种炒面。然后两个都吃光了，这超值的，真是好吃，哪有多刚好，好不好？哎，我是那种我想吃，我都会爆吃的那种，对，所以我绝对觉得刚好，这就是我的食量 ，OK？ 对，我是美食黑洞，我只有可能一个月2-3次会这样子吧，对。可是好好吃哦，我最近最喜欢吃的甜点叫什么？巴克斯蛋糕。对，巴克斯蛋糕，对，对啊，我很喜欢吃东西啊，所以其实是会变胖，只不过是可能这样子吃的数量，这样子吃的次数不会很多。巴斯克乳肉蛋糕，对，没错。没关系，怡婷，我知道最近林旦姐蛮忙的，可是他们可以直播的
的那个时间很 free， 我觉得很好，这不像我们会有固定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直播也比较 free 一点就好了，就有空就开啊，可是我们要开到一定的时数，这样子就好了。可是比较不一样，我们我最近一直在找草莓铃，你知道草莓铃吗？超可爱的，这个是那种玩具，那种不是 cosplay 那种，我一直在找。然后其实虾皮好像蛮多，我一直在这两天一直草莓铃，草莓铃，草莓铃，就是那个东京喵喵里面的那个主角草莓的那个武器，是这样子说吗？还有变身。哇哦，对，草莓铃，是之前有一排好兴，依家都好似还好。香港嚟讲，嗰款蛋糕好似还好。对，顶以前系兴嗰啲咩 Lady M 嗰啲港女蛋糕，笑死我！但系一次都冇食过。跟住我哥生日嘅时候，佢食咗，跟住我就话顶，我一次都未食过啊，搞错啊！跟住佢话。因為我家人買的，咁我就話我又要食，跟住話等你翻嚟先食啦。佢話好啦，頂未食過，聽講聽講真係好味。其實中古品勁貴，我之前揾過，其實可能五六年前揾到可能500蚊600幾700蚊港紙就買到，但係依家可能唔止。對，我說以前看到就是中古品，大概是2000多3000台幣。都可以买到，可是现在不知道，因为我曾经有找过，可是没有买下去，我就有点可恶。哎，我看到了，现在有卖，现在有卖2850天啊，这是跟以前的价格差不多，跟以前我看过的价格差不多，可是它是比较新，就全新，哇！然后还看到一个一万五哎，超猛哎，卖超贵的。依家揾到一个系卖15000蚊台币，即系大概几多钱港纸？谂下先。哇，4000，蛮合理的。对，价格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很久的东西，像我。一直找那个龙王生命器，我也是找到快600多-700多港币，大概是2000多-3000，对，这蛮合理的，因为对是中古品，再加上是很多人的回忆，对。对啊，放了蛮久的那种吧。Hello， 浩一，哇，今天直播第3-4个哈欠，合理啊，很合理啊，因为是第一是中古品，第二是一个回忆嘛，然后第三是只要这个东西有市场，它就会有多贵这样子，对，就是看市场啊。谢谢企鹅的行李箱跟一封信，谢谢小叶的夏日祭点扇两只，所以其实真的是蛮那个，对，蛮，等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笑死我！我在我的游戏里面钓鱼，钓鱼可以拿到很多经验。然后有时候我会挂机，然后被挂机挂太多会被误会我是外挂，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跑，没有在动，所以就被误会我是外挂之类的。我谂应该唔系空气唔流通，可能系因为眼瞓，氧气不够，可能是。可是我有开空调，我开了，又很热。对付吧，空气中最能蒙去我。黑色，黑色沙漠。哎，我有玩哎，我有玩哎，跟你们说，我有玩哦。我还有什么二代码还是什么的，可是才三四代之类的白色，可是账号我忘记，对，而且我名字叫什么我也忘记，反正我有加我哥好友，而且黑色沙漠跟我们说超大的，它就是如果你电脑够厉害的话，你可以开很多的那种特效还是什么的效果，很就是整个画面会很好看，因为我哥以前有玩的时候，现在也应该有吧。就是他有玩的时候我有看，对，然后他电脑效能比我的效能高很多，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画面，对。虽然大家就是大家也知道最近会有很多什么新的游戏啊，还是什么游戏特价，因为夏日特卖、特卖、夏日特卖什么的 Steam 那种，对，可是因为。我是如果我喜欢一个游戏，我会一直玩它，玩很久很久。像这跑，我跟你们说，我玩了很多年。哎天哪！虽然我还是很废，可是我升到的等级也没有到，真的非常非常高。现在是我忘记是什么鞋子，反正就是这个蛮高的。以前来说蛮高，现在来说也蛮高，可是有更高。有一些人升到很高等级。然后很玩得很厉害的，对。可是只要我喜欢这个游戏，我就会一直玩，一直玩，玩下去。我觉得这一次的夏日特卖没有到很吸引我去买游戏玩，对，好像都没有很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就没有买到了。等他以后看看，可能什么冬季啊，那什么年尾特卖什么的时候，我再看看。现在的话，游戏我比较，我喜欢哪一种游戏？我喜欢那种 RPG， 其实也还是蛮喜欢的。可是要找到一款可以玩很久的 RPG 游戏，其实好像有点难，我觉得有点难。对，有点难。风之谷我没有玩过，可是我看到画面，我没什么兴趣去玩，所以就没有玩过风之谷。专一啦，系咯，最爱自己屋企啊！笑咗，唉，对，或者是有时候玩那个游戏，不只是因为这个游戏好玩，而是因为你对这个游戏可能有一些情怀之类的，对。魔兽世界，这是。好像蛮久了，这游戏很久了，十几年吧，有吧？你说《天涯明月刀》手机的那个，手游嘛，对不对？哎，我知道是前几天已经可以下载的，对不对？我知道，有听说，对，有听朋友说，朋友一直叫我，下载。对，一直下载，可是我手机没有位置，所以没有下载。对，哎，很多人叫我去玩 Apex 哎，跟我说我电脑没有位置，谢谢。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玩，因为我哥一直也叫我玩 Apex， 他一直跟我说，哎，要不要玩 Apex？ 要不要玩 Apex？ 然后我说，好啊，好啊，等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等我，哥哥。对，昨天还开服，你说天涯明月刀，我知道。有时候可能就是年纪，可能因为真的是我年纪
22岁，然后有时候会怀念一下以前，怀念一下以前了，怀念一下以前，对不起，怀念一下以前的那种小时候那种情怀，或者是卡通什么的，我都很喜欢，很喜欢，就是看和以前的东西，或者是比如说学校的东西啊，还有游戏啊，卡通也是。嗨，你没有偷偷笑我，以前你笑 ，Mike 同学你好，嗯，耶，yeah, 我喜欢弟弟，突然对不起，对，你笑死，对啊，就是年纪一到就会开始怀念以前。觉得会怀念以前，是因为现在过的怎么说？我觉得很不只是我，我跟你们说，应该不只是我会想以前啊，多开心多开心。但是因为你现在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现在过得没有以前那么的开心，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你就特别会想以前的事情，对，一掐。哎，烦死哎！讲错话，不是讲错话，是念错字而已，还蛮好笑的，不觉得吗？不觉得很有趣吗？我觉得很有趣啊，我觉得很有趣啊，对啊，我觉得有趣就好了。对，我喜欢一桥，我自己说什么对不对？好，突然在那边，对，就是，对啊，会怀念以前的。第一，可能是上年纪；第二，可能是以前过得比较开心，所以对以前比较无忧无虑。现在可能长大了，要想的事情很多，可是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束缚了自己，束缚了自己。对，还是要让自己过上自己想要过的日子，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就像我们的365天的纸飞机里面有一句话，有一句歌词是“做喜欢的事情，变喜欢的模样”。对，随着风，随着风，无畏所有的阻挡之类的。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生活都几时？中五、中六，因为想回到过去的时候，想回到什么时候？想要回到大概高二高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期，然后我应该会想要从那时候就可能比较好好打扮自己。对，因为怎么说，因为现在时代发展很快，对，就现在发展很快，然后很多可能现在比较高一，或是甚至国一、国二的人都比较会打扮的，我就觉得，哦，为什么那时候我还那么笨笨的，然后有点就是呆呆的这样子。我想要那时候开始打扮自己，然后过上比较精彩的。我 MK 的时候够顶，就想要过一下比较，有趣的日子，对。对啊，我现在也想说，我以前穿好丑。我在这个高一、高二的时候还穿吊带裙呢。笑咗 never lucky，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哎，我也是，我以前出门是可以穿 T 恤
短裤直接出去，球鞋什么的，不会特别穿什么裙子。对，来到这边才开始穿裙子，不是说开始穿裙子，是开始会想要打扮自己。对，以前我也真的是不太会打扮，可是以前那种淳朴朴素的感觉就很，我是很喜欢那种很简单的感觉。而是喉糖，因为我今天一直卡痰，对啊，现在高中生的穿搭真的很不一样，很好看。有些可能国一国二看起来就很像大学生，化妆什么的。以前也会穿球衣出门啊，那很棒哎，很舒服。你知道球衣很舒服。然后 我那时候，去迪士尼穿多特蒙德的球衣，多德，反正就是对，多蒙德的球衣。我穿多蒙特的波衫去迪士尼，我穿多特蒙特的球衣去迪士尼耶，我去迪士尼给我穿球衣怎样？哎，笑死了！我那时候几岁？高二，还穿球衣去迪士尼。现在的人已经穿什么水手服啊，穿什么很漂亮的洋装啊，去迪士尼哦，拍很漂亮的照片。我穿球衣，啊，笑死！然后我朋友一直拿这东西，好像就是还蛮经典的。就是我朋友会一直说，哎，那时候还穿球衣去迪士尼。我就想说，对啊，这样我喜欢穿球衣啊，球衣好看，这样。笑死！劲搞笑！我之前着波衫去迪士尼，对啊，哎，好像是约朋友去踢球还是打球什么的，然后结果我就穿成去，对，哎，对对对，对我好像要跟朋友去打球一样，然后就去迪士尼，说啊，不是说去打球，怎么去迪士尼了？谢谢疾风亮的夏日祭典赞，我会笑死，可是我还是很开心那一段时光，真的很开心。那动人时光，不用，好似走个音，不用常回看。我不想听这个，这个太让我回到过去的感觉，所以我想听别的。嗰阵时系南龙啦，黐线！等我完全冇去过旋转木马前面影过相咯，但我去过 AIA 旋转木马前面影相 only， 影咗劲耐，想讲影劲耐，然后系咯，突然想做下港女添。找一下我的迪士尼照片，球衣迪士尼，
骚雨中天晴，新新神奇。又讲 A A 系啦，又俾人话我啦，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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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堆黐线佬，唔系系一个 only 批斗 J J， 谢谢解层的海鸥。女生真的很喜欢去迪士尼，我也很爱去迪士尼，我也很爱去海洋公园。以前我一定会在这个垃圾桶前面拍照，好几年了，去年没有拍，好像两年没有拍了。不行，下一次我要去拍。好像不见了我的照片，应该在别的手机里面吧。哎，我你的座布是我在迪士尼照片，你说那个吗？我跟 SSKL 去，我跟 SSKL， 我们 SSKL 去日本那一次嘛，对吧？我想说，对，好久没有跟垃圾桶拍照，我有点难过。我之前去六福村的时候也跟垃圾桶拍照，超开心。我真的喜欢蹲在垃圾桶旁边，然后那个白乱猫那个活动我也有，就是我也有在垃圾桶旁边拍照，这是我的一个算是一个怪癖吗？我喜欢跟垃圾桶拍照，不是街边的那种，是游乐园那种，因为游乐园的垃圾桶很可爱，我觉得嘛，就是很特别。我上次跟那个，就是我去六福村。去垃圾桶拍照，去垃圾桶拍照，去跟垃圾桶拍照。我那个好像是木桶的垃圾桶，对，是一个木桶。这是我怪癖，我的个人特色，我爱垃圾桶，可是不喜欢很脏的垃圾桶。香港垃圾桶很脏，有些人都会乱丢东西进去，就是。对，或者是在台北我也有遇过一些垃圾桶里面是没有垃圾袋的，然后我看到里面有东西在里面，就是有垃圾在里面，是可以的吗？是，我有点就是觉得很抱歉，就如果里面没有垃圾桶，然后不里面没有垃圾袋，然后我把垃圾丢进去，我会有点抱歉，所以是可以的吗？我不知道。然后我想说，一个什么东西，我想一下。好，忘记没关系。我想说，我今天有一个很强大的企划，本来是有，可是昨天我去查我家附近的披萨店，发现好像就是不是每一家都有在卖那个香草皮蛋猪血糕披萨，不是每一家都有卖，所以我刚好我家这边附近没有卖。那个披萨，所以我就没有做到这个事情。我本来是想要今天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吃那个的，因为我很喜欢吃皮蛋，我很喜欢猪血糕，我也会吃香菜，所以其实我很想试试看，很想要吃吃看那个，所以就本来是想要吃的。对，可是家附近的披萨没有在买，所以就没有买到，没有在做那个。对，榴莲，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吃榴莲的人，对，而且你知道你们家香草姐姐吗？香草姐姐就是某某台的那个，对，她叫香草姐姐，然后。我看到他限动，我看到他限动有发那个披萨的照片，然后他说没有很难吃，他说很好吃，我就想说哦，真的哦，我真的想试试看，因为里面的三个东西我都会吃的。
皮蛋我都很可以。你们知道香港最近有在播那个《大树的爱》的港版的剧集影集吗？因为最近在香港很红，这个很红，大家都说很好看，我都想看，可是因为我不想追剧，所以想等它出多一点再看。还有最近有一个，对，这有一个节目还蛮适合在一个团体里面，这很适合团体里面的成员去看。有一个节目叫做《跳教你 Mira》，好似好正咁，叫调教你 Mira 这样子。对，这是我朋友推荐我，他说好像蛮适合在团体里面的人去看，因为它里面内容是因为一个团体里面很多人，像我们团体四十几个，然后他们团体12个，对，12个人，然后其实里面有分档、分拍之类的，可能有分拍，这一群比较好聊，这边，然后这一边比较好聊，这边就分了两边。对，可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让他们也敞开心扉，就是大家有感情有变好。对，也不算是对立的两派，只是因为他们比较搭，比较可以聊到天，所以才会变这样子状况出现。我觉得每个团体都好像学校咁样，学校你总会有一啲可能比较好嘅朋友啊，或者可能有比较好嘅老师啊、同学啊，但亦都会有啲唔同嘅情况出现。咁我相信每一个团体都会有啲咁嘅状况。你睇人哋12个人都会有啲咁嘅状况，何况我哋40几个，我觉得都应该会有。对，我觉得我刚刚说的是，就是团体这个东西。就像学校，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多，学校 也会有一些你比较好的同学，有一些比较没有很熟悉的同学或者是老师之类的，这种状况一定会有。所以而且在这个 Mira 这个团体里面12个人都已经有这种状况，那更何况一个学校那么多人数的一个团体，我觉得都一定会有一些你可能跟这个比较好聊，你就跟他比较好，这样子都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对的，这个节目就是有点在解开大家的心结，还蛮好的。我最近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我跟杰星这是很多想法、很多事情都有上，然后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很对得上，所以其实我很喜欢跟杰星聊天，还有。好了，虽然我就是每次直播都会讲到这个东西，可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跟杰星聊天，然后也很喜欢看他打给我的文字，因为他打给我的文字里面就是都很有，就是你懂吗？很有语气，对，就像我好像真的在跟他讲话一样，就是超级有语气的。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好好吃，然后你会从他的文字里面看到，他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对的，解开心结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被误会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婉雄先生说解开心结很重要，我也觉得很重要。可是如果有一些事情，就是自己比较坚持，自己觉得是对的，那就。你知道什么是对，知道什么是错，那就坚持下去。对，其他 TP 合宿咪搞啦，真系咪玩啦！我喺屋企住得咁舒服，冇搞合宿啊，冇玩我啊，有合宿都冇叫我啊 ，OK？ 小易说啊，很期待 TP 有合宿就是像宿舍啊，宿舍这我们以前都有试过吧，就算有试过吧。小易说：“以前看就是 AKB 的那个企划，觉得这个企划很棒。我跟你们说，我的想法是不要搞我，
不要搞我，因为我很喜欢我现在个人的生活，我很喜欢我现在自己的生活，所以不要搞我 ，OK？ 我现在已经爆麦了，已经爆了，爆掉了，所以我直接跟你们说，我很喜欢我自己的生活 ，OK？ 不要搞我，谢谢，有也不要搞我。TP 的村我很喜欢，我很喜欢那个村子，超级喜欢，因为村子过的感觉很朴素，很简单，我很喜欢，我很喜欢，真的超喜欢。在这个团体里面，我最喜欢什么时期？就是村子时期，村子。OK， 听到了吗？最喜欢村子了。我觉得喜欢这个村子的，也有一部分是因为 Takeshi-san 在，然后他也很耐心的带领我们去拍一些可能拍那种一集一集的影片，还有很这带领我们做很多事情啊，跳舞什么的。Takeshi-san 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就像那种我以前不是讲过学校的数学老师对我们都很好吗？他就像这种老师，他知道你难过，他会辅助你，对。可是如果你是有需要帮忙，他一定会帮忙的那种，所以我很喜欢Takeshi-san这个老师。对的，真的是有不一样。可是我们大家知道，虽然那一段是美好的回忆，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前进的，所以就不能一直停留在以前的回忆里面。可是这一段回忆太美好了，比起在对你们懂的，所以这就是很开心。哎，你们有看那个下半年运程吗？有出来了，那个唐奇阳老师的那个星座运势，下半年的运势出来了，我很喜欢，因为他有讲到水瓶座有慢慢的开始找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慢慢找到自己，应该是说慢慢找到自己吧。然后我就想说，对，有，所以很开心，对，慢慢找到自己。做自己。所以如果有合宿，请不要找贤弟琪。要找我也是 OK， 因为我没关系，因为我也蛮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可是我是一个蛮需要个人空间的人。所以如果有自己一个房间就好了。谢谢，谢谢大家，我爱你们，我爱 TTP， 对，谢啦。谢谢周的夏日祭典扇，对。你想條link俾我撳唔到落去嘅喎，要唔要？要唔要直接 message me？ 而且像我是那種我真的超级享受凌晨的感觉，所以其实我有时候我会为了享受这种感觉，我到很晚我都不会睡。我很喜欢凌晨，然后外面没有车，没有人声。很安静的那种感觉。唐老师，那个唐奇阳老师，对啊，这很完美，很完美。然后我再讲一次，我买这麦克风不是为了你们，我是为了我自己唱歌才买的。谢谢大家，请不要误会我。OK， 然后我想说。
我以后不一定也会一直用我自己手机直播，我有时候应该就是晚上才会用这只手机直播，然后中午的时候应该也是会用别的手机。可是因为我想要就是怎么说你知道吗，我很不想，我非常不想变成我现在好像啊做的，我很不想我现在好像做了很多啊大家觉得很观感很好的事情，然后以后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了，那我怎么办，那我就会一直被骂，哎，以前你不是这样子，小弟你变了。我不希望有这种状况出现，所以我才想要讲明，就是晚上我才会用这只手机直播，中午的时候可能会用别的手机直播，对，然后器材什么的，可能晚上会比较用心，就是架这种东西去直播。可是如果说中午的话，可能比较不会。我要先说这个，不然我很怕大家到时候如果变成哎，小迪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小迪变了，小迪怎样，没有，小迪没有变，小迪完全没有变，变的是大家心态 ，OK？ 会有人这样想，不要那么直男视角去看这种事情，我们要多角度分析这种东西，对，一定会有，跟你说一定会有这种。人这种状况出现，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先戴头盔，戴顶头盔先，先讲明，不然到时候大家会说啊变了怎样，没有，是心态问题 ，OK？ 对，一定会有，而且我觉得犯偶像心态很重要。虽然我们偶像去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可是心态也很重要。对，打预防针，没错，一定会有。哎，拜托，我以前可能三四年前刚加入这个团体的时候，我那就是比较年轻。谢谢小光的一封信，谢谢小光的幸运薰叶草。对，我那时候就可能比较年轻一点。比较一个人比较没那么多想法，对。可是我跟你们说，人是会变的。人在你经历过事情，经历过这么多年，一定会变，个性也会变，做的事情会变，很多东西都会变。所以，就是偶像永远不会活在一个年纪里面，他们有经历。有经历过事情，很多舞台什么之后都一定会有所改变，有好有坏，心态也可能会有转变。可是，就是人的，就是长大一定会改变啊，对啊。可是如果怎么说，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我初心没有变，我想事情的出发点没怎么改变，那就好。个性改变一定会有，可是只要你的底是好的，你的地基，你的基础是好的话，那你这个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也不会坏到哪里去。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想大家的。这我是觉得，只要你的底是好的，那你这个人不会坏到哪里去，我就是这样子想。所以。可能你长大，你心态会转变，你想法会改变，你个性会改变。可是你底是好的，或者是还有你的初心还在的话，那你也不会坏。对，嗨，塔瓦哥，谢谢 peace out。等一下 ，peace out 解成，我刚刚就是一直注意大家后面的名字，而也没有看到前面的名字。然后我看到你打 peace out， 这是我上一次直播有讲过的那种，就是那个结尾一定要 peace out 这样子，耶、yeah。对，哎，我有讲过一个东西吧，就是这个，我想试试看这样，等一下。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轻，没关系。啊，最近比较感性，没有比较感性，一直都那么感性。耶、yeah! ，
都没有，这是一直都很感性。对，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时间比较多，想的事情比较多，很多东西会转牛角尖，然后找人聊过之后会就是会没转的那么转牛角尖，懂吗？没转的那么进去，对，有被开解的感觉。所以其实最近想的事情比较多，时间比较多，那种凌晨思考时间多了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很多事情想通，这样子慢慢找到自己。对，我没有想太多，有时候可能会想太多，可是很多时候是大家想太小。谢谢凡的夏日记点上，可是我弄啊，我非常的支持大家去追寻梦想，就是我希望我的粉丝都是看到我之后，然后让你们有动力去做到自己本来想做的事情，不要因为一些外在因素而改变自己当初的梦想。像我的粉丝很多可能对音乐很有兴趣，那就做下去啊。对啊，要不做不做，要做的把它发挥到极致， OK。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迷茫跟迷失的时候，可是我希望大家遇到我就会让你们有动力去追寻梦想，让你们想要努力，想要想到我就有努力下去的动力。对，很开心，就是被我受到我的鼓励，然后去改变，或者是想然后去着手去做一些事情的人，就是我看到这种人，或者是我看到有这种情况，我就会就觉得我存在好像有意义。因为有阵子我一直会疯狂跟朋友讲，我觉得我存在很没有意义，我觉得我还是什么都做不到，我觉得我怎样怎样，我很常这样子对自己说，很常跟我朋友们提出这个疑问，很常觉得我在干嘛，我是谁。可是每次收到回馈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你们鼓励我的时候我也在不是，是我在鼓励你们的时候你们也在鼓励我，对，是互相影响。这就是粉丝跟偶像之间的连接，这很有作用，这很开心。所以其实很感谢大家给我回馈，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耶！Yeah！ 对啊，很赞，都很棒。然后我忘记我想讲什么，我刚刚在讲什么，忘记。头皮这样子捏它好舒服，还有你看我的刘海，还有我的眉毛。等一下，等一下，再次。多谢好运的夏日祭典先。不是，还有这个，这你们知道吗？这是你们把你们的好，我不要掀我的刘海，虽然我有掀过，可是不想。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先不要，这是你们把你们刘海掀上去，然后你中指放在这里，然后你这样子拉上去，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眉毛会这样子，真的好笑。那是你们试试看，你们试试看。谢谢红灯的海鸥。对啊，凌晨的足球啊，讲起足球，我上一次有讲过嘛，那时候我看完球赛，大家都很
落寞，大家的心情都很落寞，然后就跑、走去那个后台那边，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很心疼，我很心疼，然后我也就是有哭，对，我有哭。我再示范一次，就这样啊，掀起你们刘海之后，这里要这里按着你们的额头，然后再往上，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球赛啊，看到大家很落寞的身影，就超难过的，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对，这有一种我心目中的德国队不是这样子的。对，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心目中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一直想为什么？对，可是很多都是可能战术策略，阵容的问题，所以我很难过那时候。那就打电话给朋友说，哎，我有点难过，怎么办？然后他说，就是他会给我分析很多东西，所以就也知道不是球队，不是人的问题，就可能是一些战略啊什么的问题，就没关系。对，可是我也很怕。对，我看到穆勒，你们说的穆勒，我说的是梅拿穆拉。穆勒，就我看到他的背影，他很落寞的背影，还有跪在地上抱头那个样子，我真的是很难过，这一点心疼，所以唉，他爱的是在我身上。不想他那么自责，因为他已经很棒。虽然不知道，对，虽然他在球场上好像有点消失了，不知道他去哪里，不知道他在干嘛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他很棒，因为我有滤镜，因为他是我的偶像，对，所以我觉得他很棒，他做什么都很棒。谢谢国书的直播的守护灵英格兰。今年应该有机，雷声唔系灯。对啊，球是圆的，直到比赛还没有结束，其实一切都会有转机。像克罗埃西亚本来是在领先，结果连比赛都输掉了。对，然后对，没错。你知道瑞典对乌克兰那一场我也有看，然后有一球忘记是谁，反正就是被踢到整个脚是歪掉了，就是本来脚是这样的嘛，然后是这边啊，这本来正常是这样子的嘛，这样子弯的，他好像那个就是瑞典的一个球员那只脚从这边踢过去，然后就整个弯掉了，就是哇，痛死我了！就是正常是这样子的，可是他是往里面这边凹进去了，就痛死了！他是直接踢到膝盖，膝盖是真是痛死很痛怎么办？我不想被踢成这样子。很开心我的粉丝里面好像也有足球球迷，还有红牌，痛到很傻，那球我就刚刚去了厕所去屙尿，我那球我刚好没有看到，我刚好那时候好像跑去尿尿还是怎样，然后突然踢到，然后回来之后就听到红牌，为什么会突然红牌呢？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那张 GIF 图，然后看到这，哇哦，痛死我了，真的很痛
所以其实受伤其实真的对人的影响 很大、欸。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运动而受伤，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对，然后运动也就是要小心，不要受伤，受伤真的很要花很多时间去让自己就是修复好。我跟你们说，以后我决定，我的厕所里面要安装一台小小的电视，像那种饭店里面不是也有这种东西吗？我也决定，以后我的家的厕所也要安装一台这样子的电视。台湾的棒球，我也有听说过台湾棒球超级盛行，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日本影响还是什么的，对。反正棒球真的是很厉害，在台湾来说，可是在香港根本没什么机会可以看到棒球。我来预测一下，来看一下，看我会不会登。如果我登了，你们就可以剪这一段上去。对，哎，让我先看一下欧国杯。好，天哪，为什么一直当机？我来了，哼，求我不要，真的吗？系啊，可以约定经纪睇楼先。OK， 好，其实呢，我要说喽，好，瑞士对西班牙，这场等一下再说。好，我先说比利时对意大利，我觉得意大利会赢，好，可能2-1 ，OK。然后捷克对丹麦，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丹麦会赢，可是又觉得捷克会赢，所以先1-1先和，然后看会不会加时，然后再12嘛，就是再点球这样子。好，乌克兰对英格兰，一定是英格兰，跟你们说一定是，这不用说了，因为乌克兰对瑞典那一场，受伤的人太多了，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乌克兰的领队吗？领队好像蛮厉害的，我觉得他会有他的决策，他的战略，所以也可能有机会和。我觉得有机会和，可是有可能，两队都有可能。可是英格兰比较有机会，英格兰应该是铁定会决赛吧，一定会决赛。对，这场不好说，乌克兰对英格兰，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话，可能先给他一个3-2好了，好，或者是3-1之类的，希望不要登，会不会很多人很讨厌我？应该是不会中啦，对。瑞士对西班牙，我觉得会和，先和吧，2-2、1-1之类的，2-2吧，会吗？
反而我觉得西班牙会赢耶。好了，我觉得西班牙会赢，可是我希望西班牙输。对，嗯，西班牙会赢，可是我希望他输，那怎么办？可能1-0，1-0西班牙赢，可是我想他输 ，OK？ 不是，可是那要先看的阵，不对，我在想什么？先看他的阵容，再说吧，对。好，因为我支持的，我这难过死了，我没有想过我支持的法国队、德国队都输掉了。意大利是我看过他们的小组赛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有机会哦，意大利有机会哦，对啊，所以我很想看，我很想看意大利对英格兰，对，我很想看，唉，结果会不会变成英格兰对捷克之类的？对啊。F 组真的是死亡之组耶，都被淘汰掉了，四组都不见的，我很意外耶，我以为至少会有一组留下来变冠军，结果都给我真的输掉了，这是真的吗？这好像我在蛤，好像在做梦一样，这是真的吗？然后看鱼蛋，哎，我很自豪哎，我很喜欢这件衣服哎。谢谢猪猪的枫叶，不是说，不是说职业球员多的不会在欧国杯出纯力，不是，这也要看领队怎么选人，对，这也要看他们怎么选人，要看他们的阵容，看他们的那个对战术什么的，这有点不好说。嗯，啊，然后德国队输掉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什么，你们叫什么？叫金美基米西，你们的基米西，不是，对，你们叫基米西 ，Kimmich 六号，对吧？没有记错，好像是六号，对，他哭了，在那边。他眼睛给我泛泪，他真的哭了，我就是好像看到自己弟弟在哭的感觉，因为他看起来太像弟弟，可是他已经26岁了，26、27、26吧，然后那难过，他哭了，眼泛泪光，那个样子我真是受不了，这种哇不要哭，我可以给他一个抱抱。好难过，他马是穆勒的背影，我真的是，我看到他背影之后，我开始哭，开始爆哭，因为他是我心目中的，他是一个我心目中的一个我很喜欢的球员，虽然他好像没有特别厉害的部分，可是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想跑就跑，想踢就踢，想要赢就想赢。对，可是他像一场，我这次觉得不知道他去哪里的感觉，我有点
不知道他去哪里。对，就看到他背影真的是有点，这很，对，这好像有点啊，不是我记忆中的他，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他。对，对，我知道他不在状态，我知道。这像法国那一场，那个你们什么安梅什么安什么，反正就是姆巴佩，他也没有在状态内。不是，我觉得不是穆勒的问题，是领队的问题比较多。他不换人，他给我在那。八十几分钟才换人，还是九十几分钟的时候？八十几分钟的时候换人，换来干嘛？请问那时候你看他不行的话，你在大概六十几、七十几分钟最后换啊，半场就换啊，半场真有点太早。可是你八十几分钟才换人，九十分钟就结束了，你给我八十几分钟才换，怎样？对对对，恒嘉没错，对，有希望了。我也是这样子想，因为我那时候看完球赛之后，我很难过。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明年就会换人了，换一个很厉害的教练。然后他以前是我们叫什么入围，他以前是入围的助教。然后我想说，哎，那有机会，有希望，希望他。可以有很好的决策。其实关于足球这个东西，虽然我很喜欢，可是我很多东西我都不太懂，人啊还有战术啊，其实我很多都不太懂，还有每一个球员的特色我都不太懂。虽然我很多都是靠着我的朋友告诉我，然后我就慢慢一个就一步一步去学这样子。哈，你明白呀？对，要钻研很久。我朋友也是看超久，他看超久球赛，真的。谢谢慧香的掌声鼓励。对啊，不管怎样还是很喜欢这个活动，球类活动。还有的是就是那种热情你在其他东西上是看不到。我觉得所有运动，我不是说只有足球哦，我说的是所有的运动。观众的欢呼声，观众的支持，这种东西除了在运动上面，其实好像很难在其他东西里面找到这么厉害的热情。这种热情不是每一个游戏，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得到的。对，所以很多，对，我真的是很生气。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说：“啊，显迪西看球赛，不是看球赛哦，他是在看帅哥。”这个可能占个30%，可是主要的还是看那个，主要吸引我的是那种刺激的感觉，那种很热情的感觉。对，我很喜欢这种，哇呀，这个进球，大家会哇跳起来欢呼，在那边跳的那种，真的很棒，很喜欢这种感觉。对，可以，对。谢谢红藤的夏日字点赞，对，都是看那种很热血的感觉。人说最吸引的是下注，也是啊，也是有人靠着球赛发达，可是可能这种人就可能就只有占1%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会赚很多钱什么的。而且我觉得周翔你比较怎么说，你在国外回来你应该比较懂这种这可能比较会知道足球，对，应该会吧。对啊，人啊，眼睛啊，长出来干嘛？长出来看漂亮的东西啊，对不对？长出来就是要看好看的东西，漂亮的东西啊，不然呢，看什么？真的哦，真的哦，跟你们说，虽然我这样子说，大家会觉得很肤浅，可是这是不变的事实。人的眼睛长出来干嘛？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除了生活上的东西以外，是看漂亮的东西啊，对不对？有没有？很有道理，我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那个女生不好看，你就不会看她。为什么男生爱看妹？因为女生漂亮啊，好看啊，那都看啊，那都看啊，没什么差、啊，对不对？喜欢就看，不喜欢就不看，就是这样。为什么不喜欢的还是要看呢？喜欢就看啊，不喜欢就不要看啊，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们才来看我直播，对不对？嘿。啊，就喜欢就承认啊，喜欢看帅哥，喜欢看美女就承认啊，为什么不承认？谢谢颁奖的文手礼。对啊，啊对，你冒头，你还记得那个？喂，真的是90度哎、欸，快笑死，90度还看。快笑死了，真的，那快笑死！西门男，真的太猛了，我真的是太佩服了。你女朋友在旁边，怎么还可以看妹呢？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衷心的跟大家说，女朋友在旁边，你就不要看妹了，因为你女朋友在，你整个世界，你的眼睛里面就只能有你女朋友。这除了是一个。说的是一个男友生存之道以外，也是一个对一个让你们保命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呢，你们女朋友在的时候，请不要看妹，收到吗？收到就请说收到，谢谢。OK， 老婆再也不能看妹啊，也是我觉得如果变成老婆的话，都有一点变成家人的感觉。可是我就很怕，大家如果把你们的另外一半变成家人，那会不会变得不爱你的家人？我就很怕。这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想这种东西哦，不知道想这种东西干嘛，没什么原因的就想这种东西，就只有想而已。对，就没什么意义，就爱想。还是要爱你们家人，知道吗？最偶像同时还是要爱着你们的家人。对，如果你还想要很幸福快乐的生存下去，对，谢谢小叶的夏日祭点赞。对，好了。看是可以，可是心不能走。对，对，就家人一定要是最无私的爱，家人很重要。这东西，家人是世界上没有东西可以取代的。偶像最偶像还好，真的看妹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接受吗？是因为如果我的
另外一半看美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已经没有吸引力，是不是我已经我已经不够漂亮，对，我很常会这样子，就是一直在思考这种东西。嗯，如果我另外一半看美我会怎样啊，如果怎样怎样。可是因为我是那种我在网络上面滑到美女，我看几眼我觉得啊好漂亮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就马上会被打到谷底，所以我连我自己看美我也会觉得很受，就是怎么说很难过，对，我自己就会很难过，所以更何况我的另外一半去看美，对，所以对，最好算了，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找一个跟我哥很像的人，对，因为我哥就是一个不太会看美的人，然后他很善良很正直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人就比较会让我觉得很安心。因为看到漂亮女生呢，就会觉得哦自己不够好，自己没有别人那么好看，自己没有别人那么漂亮，没有别人那么会拍照，对，就自己会难过，女生也会受到这种打击哦。我相信可能男生看到自己的女朋友看偶像也是会有一点点打击吧，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反正我自己就一定会。对对对，哎，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我刚讲错一个例子了，就是看偶像跟看现实中的人是不一样的哦。我觉得看偶像是有一点那种啊，我在一个另外一个世界，这好像在看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人，这跟自己没那么接近。所以其实偶像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也某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碰不到的东西，你不了解的东西，然后你就觉得它很完美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是现实中在看别的异性的话，这有点啊，我在真实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是不一样。对，偶像跟现实都是不一样的。女生。女生哪有那么简单的去喜欢一个女偶像？就算我跟你们说，就算如果一个男一个女他们是情侣，然后男生喜欢这个女偶像，女生也被影响到喜欢这个女偶像，可是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吧，我猜。谢谢北极熊的夏日祭典扇。对啊，偶像都不用去厕所的。不要把，对，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对这种东西没那么敏感，敏感度没那么高，对，可是对，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要敏，就是要，算了。
对吧？如果哪一天有稳定的交往对象，有人说如果有一天有稳定的交往对象，就会退坑，一方面也让对方安心。你们看，这种人100分，这种很棒，这种很棒，这种人很棒。然后你们的偶像也不会介意，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而且你们偶像也会想要你们好，所以他们也不会特别在意。如果你们是因为交往了退坑，这种偶像不太会在意这个，就是如果是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好啊，这很恭喜，很开心啊，我也很替你们开心啊，对啊。可是如果你们是因为啊、哦、这个偶像啊，我不喜欢他的发型，我不喜欢他的妆容，我不喜欢他的舞台，所以我就不喜欢，我就退坑，这样子偶像才会不开心，他们才会在意，对。可是如果是这种原因，很棒哎、欸，我觉得很棒，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对，如果你们喜欢偶像，然后你们跟偶像在拍交往的话，那就那很棒啊，两个一起做偶像啊。可是如果他原本不是偶像仔的话，你就跟他交往，然后你反而你去追偶像比较多，那你的另外一半一定会受不了吧？也是，我觉得对，也是要看你们两个人怎么去沟通，有度量当然好。可是如果你想要避嫌也很好，就是看你们怎么想。对，像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也很喜欢宫胁校两前辈，那一起追啊。哎，如果你就是刚好我的另外一半不喜他喜欢另外一个偶像，是我没有到很喜欢的偶像，那我就会很在意啊。可是如果他为了避嫌，或者是他为了让我感觉比较开心，他不去做这个，他不去追偶像，那我就会很感动啊。那如果他继续追，那也是他的选择啊，那我也尊重他。对，就看你们两个怎么去调试，对，平衡，有抓到平衡就好。这如果有一个人值得让你退坑的话，那就退啊，因为他值得啊，不对，主要的是沟通，没错，沟通很重要，误会也是用沟通来消除，你们吵架也是坐下来安静的讲，安静的聊，那也是一个沟通，沟通就能消除这个吵架的状态。我觉得吵架的时候最容易就是意气用事，所以希望大家，可能你们跟朋友吵架，或者是跟你们家人吵架，不要意气用事，也要吵架过程，我知道这样很难，我知道很难，可是也要冷静，冷静下来想一下解决方法，而不是吵架这样。我跟你们说，我很常我吵架的时候，或者是我很不爽的时候，我脑袋会想了很多很多话，我很想要讲，很想骂出来。就是我想骂的东西不是脏话，是那种就是我一直都很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憋了很久的东西，我都很想要直接从那一刻爆发出来骂出来。可是我每次都克制住，因为我知道我讲了这件事情，就我知道我讲了我克制很久的东西，会让这件事情恶化而不是变好的话，那我就会选择吞进去，我不会很意气用事的把所有东西都爆出来都讲出来，我一定不会，因为这样对事情没有好结果，也没有也没有解决到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严重。所以就希望大家吵架的时候也不要意气用事，对。因为我有试过跟朋友吵架，然后吵架的时候对方会比较意气用事，把所有东西骂出来，然后把不相关的东西也骂出来，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我就会很
静下心来，我就会，因为是打字吵架的话，这一定是已经从文字中会感觉到语气还是什么的，多少会感觉到。然后我就当下我就回了一句：“你先冷静下来，你先，我们先一件一件事来讲，好不好？”我就会这样子。对，冲动讲出来的话真的是很伤人，所以大家千万要就是冷静。不能太冲动，对，你就这种你想抱怨的东西，想讲的事情，你就跟家人讲就好，跟你信任的人讲就好，不要在吵架的时候拿出来讲。我曾经有，Jane， 我觉得你讲的话都很有道理。没错，我的朋友很喜欢翻旧账，就像。我以前吵架的时候，不是吵架，就是可能跟朋友吵架的时候，就是为了一件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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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就是一件我被误会的事情，他就用这件事情来骂我，然后他就突然会骂到整个世界的女生都很麻烦，还怎样，还是女生就是麻烦的动物，女生就是。白痴，女生是怎样怎样？我看到这一句，我的气都上来了。然后我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我再慢慢讲，我们一件一件事情来讲。对，那我觉得，如果因为我被误会的事情，然后就让整个世界的女生都被骂，那就女生都很可怜，好不好？女生都很可怜。我气死了！我看到他那一句，女生是很麻烦的，你们女生就是这么白痴啊，怎样怎样？我都哇，你怎么？因为我被误会的事情，我都害到整个世界女生都被你骂，这怎样？对，而且我被误会的事情是那种人传人的那种事情，还有他没有去问我的事情。他没有问清楚我的事情，如果他一开始是用问句来问我这件事情，而不是用骂我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那这是那么，就是他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听来说我讲了什么什么坏话之类的，然后他骂我的时候就用骂的，就直接来骂我讲说你什么是不是讲我坏话，是不是怎样？我说没有，我没有讲过，你误会了。等一下，我就很，那时候我就超级难过，我就你怎么听别人讲也不愿意直接来问我呢？这很多时候这种误会就是因为这样子发生，所以大家如果你们吵架，请先去问清楚，你可以用问句，你先把你们的怒气压下来，先问句问，你先询问有没有这个状况。气死我了！对啊，哎，这种朋友之间的就是吵架，也是可以，就是有一些友情是很塑胶，就是很容易因为吵架，然后就没了，这段友情就没了。对，可是我。因为我的事情，因为我之前跟朋友吵架，然后事情讲开了，他就发现是他的误会，他就跟我道歉了。我就说没关系，可是希望你下一次如果我们也要吵架的话，你先来问我好不好？我没有讲你坏话哦，我对不起，我很不会讲朋友坏话，也不太会讲朋友坏话，也不常讲朋友坏话，除非我的朋友可能。真的是做了让我很不喜欢的事情，我才会可能跟家人讲，跟哥哥讲，跟一些别的朋友讲一下，诉苦一下，讲了我都没事了，先抱怨完我都没事了。对，可能对我很不太会，不太喜欢讲朋友坏话，因为我希望我是一个很希望成为别人的朋友的人，就是我希望成为一个朋友里面。我被信任的人，第一我被信任的人，第二我是希望我朋友有事情的时候可以想到我，想要来跟我诉苦，
对，我是想要成为一个被朋友需要的人，我怎么可能去讲朋友的坏话呢？请问，对，哎，可是有些东西还是，就像这种这次的被误会的一些可能怨气还是什么的，都自己吞进去，对，自己吞进去就好了。不是恋爱小教师，是友谊友情小教师。希望大家就是，嗯，也对了，也对了。不管是你跟朋友，或者是你跟，你另外一半吵架，我觉得同样的处理方法就是静下心来，好好聊，然后还有，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吵架，这样就好了。这什么歌好熟悉？所以。我很讨厌被误会，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常被误会了。唉，我讨厌吵架，而且我是那种，如果这一场吵架是我发起的，是我来发起这一场吵架的话，那我应该不到五分钟就会道歉了。因为我也是很抱歉，就是我觉得很抱歉。就是林秉如，你怎么说？怎么念你的名字？对不起，我不知道，不太念你的名字。可是祝你生日快乐，那还是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念这字，念。如鱼，对，我也会在打字的时候加上表情符号，我一定会加。瑞啊，是瑞，对不起对不起，林瑞鱼，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对不起对不起。可是呢，如果你吵架吵赢了，还是蛮爽的，心情上蛮爽的。对，那如果是有理说不清的话，那就只好等他冷静下来，或者是你找一个中间人帮你传话，对。不然其实没有沟通的吵架或者是冷战都很难去解决问题，很难去解决这个局面。对，哎，你这是吵架吵赢了，然后你知道道理在你那边，你就超爽的。因为我曾经有试过，每一句吵架，全部道理都在我这边，我就觉得哇，我超级有把握，这场架是我吵赢的，我一定会吵赢，所以我就很开心。无法解决问题就解决对方是怎样？这样太可怕了。可是如果你说的解决对方的意思是解决对方的论点，那就可以。就是你要找到他的那个论点的弱点，慢慢把他逐一击破，就这样比较好。对，你们要知道，可能本来一件事情啊，是没有情绪的，情绪是人加上去的，所以，如果想就是，
想好好处理事情的话，那就不要把情绪扎在这个东西上面。你都凶不起来啊，我就凶了两三秒，我就软下来，软弱下来了。其实我也是一个不太能凶的，不太能凶起来的人。可是如果这个东西我知道道理在我这边，我就会，我就会压起来。对，对，有时候吵赢问题也没办法解决问题，那就是别人太过倔强，对方不愿意去示弱，或者是反正就是知道道理在自己上面就好。很喜欢这首歌耶，超喜欢这种风格的歌，可以多推荐这种吗？很舒服。谢谢金太浩的金色金鱼，我会。等一下，哇，超硬的我手。等一下，打游戏打太久啊！有吗？看起来超笨，哎，我的游戏都在向下左右。我怀疑我打那个跑 online 打太多，然后这是我会用无名指去按我的 control 键，我的 control 键就是跳。我怀疑我按太多了，然后就是这样子按太多之后呢，它有点痛。我是觉得我的无名指好像没了，好像要没了，怎么办？很痛哎，这痛到那个就是有点，就是我现在去按 Ctrl 键也有点痛痛的，隐隐作痛。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太常玩这个游戏？可是我最近也没有很常玩啊，就几场而已啊。对啊，我为了冲那个活动，因为我抽到一个东西。看一下这种魔神结晶还是什么的，我要存这个存不是，我抽到这个，然后我要存很多很多的金币，然后300个金币，然后去换那双翅膀。我为了这个翅膀，我才每天玩，每天冲活动，每天做他的 daily mission 做完的，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正常，很正常，对。对，我冲不是，我是说我冲活动很正常，然后还有点想氪金，不知道，我不知道哎，我蛮喜欢用无名指，我用无名指比较习惯，跟住食指系揿二石，跟住中指揿 shift。然后前一阵子啊，有人告诉我，哎，人在那个农墙上面打香港首席美少女这样子，然后他截图给我看，那我的，这是我朋友截图给我看，我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在我国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起念中学，然后国三的时候他就已经，
去美国读书，然后我们就明明可以用手机聊天，可是我们硬要在游戏里面就是聊天，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聊天，就快笑死。然后，是他截图给我看的，然后他说：“哎，农场有一个人的农场名字叫香港首席美少女哦。”然后就说：“哇哦，这怎么在跑里面也有人这样子玩？”就是我是很开心，我每天都去那个农场在找，哎，有没有人农场也是叫香港首席美少女，我在找，找蛮久都找不到。就是想说这是谁呢？对啊，我就想说会就是谁呢？这样子无聊赌徒，跟你说是我，谢谢。会不会太嚣张？没有，因为香港首席美少女嘛，对。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我没有想过。对，所以我其实我也有点想在直播上面找到底是谁香港首席美少女这个农场名字是谁改的，在想说会不会是香港的粉丝只是有来看我直播的人改呢，所以我就想来问，结果现在才记得想要问，然后没有人回我。我在想等一下吃什么，还蛮想吃回昨天吃过的东西的，很想吃耶。天哪，如果现在是用另外一台手机直播的话，那我现在已经点了一个外送。还有都想知道是哪个，人少少可以过来跟我相认一下，虽然我没在 game 里面见过见过开农场的那个人，但是很想知道是哪个，很想知道是谁。谢谢多谢鸡尾包的甜蜜之吻 Level One， 谢谢你，还有企鹅的带你去流浪。哎呀，昨天吃了，你吃了，你觉得好吃吗？超好吃的，有没有？你觉得怎么样？怎样？很好吃吧？是不是企鹅？请说。台北吃过好吃的肠粉，肠粉有分两种，有一种是港式饮茶那种滑溜溜的那种肠粉，另外一种是街头上面那种小吃的肠粉，那种比较粗糙一点，对，比较粗糙一点，对，那个两个我都喜欢，可是因为茶楼的那个比较是正式的那种肠粉，目前吃过最好吃。其实我吃过的港式饮茶不多，可是我最喜欢，暂时最喜欢的是什么？金星港式饮茶 Part One， 是 Part One 吗？我不知道。然后你说那种街头小吃的那种比较小一点的肠粉，你们可以去 Google。港式小吃是小吃，不是饮茶那种，是小吃的肠粉。那种的话，我在台湾暂时来说没有看过。对，粉肠的话，内脏那些。如果你说金星是北京的京，整片，什么叫整片？粉肠其实我都食内脏那些，即系可能牛杂啊、猪杂啊。有啲咩雞子我都食嘅，对，金不是，我说的是另外一家，金不是鸡是金，对啊，台湾的鸡蛋仔很多口味，香港鸡蛋仔就只有一个口味。在忠孝敦化那边，我没有吃过洗浴饭店，
我喜欢包虾子的。香港的话，喜欢吃叉烧肠粉。对 ，Part One， 我只有吃过 Part One。Part Two 忘记 ，Part One 有吃过。Joshua， 很是你朋友开的波记，我很久之前就有跟大家推荐过，我的文里面也有发过波记茶餐厅。有一篇文章是蛮全，可能几个月前我穿 Adidas 的衣服，然后戴 Adidas 的帽子，然后那一张照片就是在波记茶餐厅吃的，就在那边拍，在那边吃，那张照片在波记茶餐厅拍的，你可以去看看，我超推，我跟你说，我超级超级无敌推波记茶餐厅，因为波记茶餐厅是我吃过的店里面超级香港茶餐厅味道的茶餐厅的港式茶餐厅，所以我真的是超推这家。天啊，是你朋友吗？波记很好吃啊，所以我很推。我觉得在座各位在看直播的你们都可以去吃吃看，波记超级好吃。波记系边间？系喺台北嘅，好似都系咩忠孝忠孝敦粉啲忠孝乜乜嗰啲市民大道嗰边，波记茶餐厅绿色嘅嗰间嘢，是绿色的。那个菜单字很小，对不对？系波记冰室我冇食过，但系波记茶餐厅好好食，好好食。我给你们查地址，好不好？我帮你们查。波记。在台北市大安区。延吉街70巷8号。好，对，我也知道很多人推，不是，是我推这家，很多人有吃过，我超级爱吃这家。我吃过一次，我真的是，哇，我有点，就是，我真的，好像。不太想再吃别家的茶餐厅，虽然我没有吃过很多家，可是这家是我吃过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波记的儿子是你同学，那你跟他讲，你跟他讲，我很喜欢吃波记，天哪，我超爱的，我真是很推推推爆了，你知道吗？你看，你看，李猫头也说他们的甘草牛河真的很赞。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曾经香港人在那边工作过，还是怎么样？超级好吃的。那你跟你的同学讲，我很喜欢吃波记，我很喜欢哎，推爆哎，要不要？不用业配哎，不用业配，已经很多人去吃吧，应该吧。因为很好吃，我超喜欢吃。哎，这是陈夏什么时候再带我吃？陈夏，召唤陈夏，你召唤陈夏带我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哦，以后有机会，疫情就是解放之后，我就会吃了。没有，我现在不用代言，都已经帮他们推爆了。我在代言，我真的是每餐都去吃波记了，真的晚上吃饭都要去排队。哎，你看，不用代言了，不用。哎，我也很想业配，什么时候可以接业配？要不要找我业配？不管是饮料啊、化妆，我跟你说，饮料、化妆品、食物、衣服什么的都好，什么都好。请找我业配，如果公司可以业配的话，我给你们业配报，不给我业配我就自己去你们店买你们的衣服 tag 你们，我偷偷的
笑死，叫他开一家的松烟，松烟太贵了，可能比较难开分店在那边。可是我愿意跑过去延吉家，延吉街，对不起，我愿意跑过去延吉街吃。对不对？哎，狸猫头，狸猫头说带香港的同事去吃，也觉得很有家的感觉。他那点才贵吗？真的、哦、我不知道耶。哇哦，真的、哦，我不知道哎、欸，哎、欸，真的延吉街是最贵的、哦，我不知道啊。啊，也是那一圈应该蛮贵，因为也大安区什么的，忠孝敦化就是忠孝，复兴啊，然后还有什么市民大道那种。哎、欸，我觉得我如果我能出门的话，其实我会出门，可是现在疫情关系不太会出门，真的是很少出门了。我这是快一两个月没有坐过捷运吗？哇、wow ！然后我觉得我在家里反而会吃比较多、欸、因为很常说啊，今天要吃什么，吃什么外送之类的。大家有什么推荐我的外送的店之类，你们可以就是告诉我，对，因为我很想吃东西，很想吃。悠浅一直在那边进进出出，又出去又回来的样，笑死我啊！哎，我很想打排球哎，可是我没有朋友。我没有会打排球的朋友，台北也没有会打排球的朋友，所以哪里会有那种啊？算了，不会。OK， 排球这种东西，一个人打是不好玩，两个人打是不好玩，十二个人打才好玩，比赛最好玩，赞的。二楼的汉堡，这样都被发现，当然会被发现。白痴哦，在那边又全来了，又全走了，又全来了，又全来了好几次嘞，笑什么？排球很好玩呐、啊，你们知道排球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吗？就是六个人嘛，一二三四五六，然后通常是对角会对位，这样你们懂吗？就是可能 set 在这边 ，set 就是。二拳手，对不起，二拳手是中间伸球那个，通常就是，反正就是会对位啦，就是因为他们会太久没打，好像输了还是赢了，忘记就会换位置这样子。啊，赢了就会换一个位置这样，就是就会这样子转一圈，这样子转一圈。对，这不是一圈，是转一个位置。对不起，是转一个位置，赢一球就转一个位置。我说的是，你赢一球，然后对面然后你再输一球，然后你再赢一球，你才要换位置，你们懂吗？这个你们懂吗？对，然后就是反正这样子换，然后永远那个位置都会对到位，你懂吗？就是斜对位。就是对位，比如说你是杀球，你就这里，还有这里也会有一个杀球。你是二拳手，这里二拳，然后这里也二拳，然后你是中墙，这里中墙，这里也中墙。对，要走哎、欸。对，排球队最懂。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是一个二拳手，
可是我觉得我不是我适合当二传手吗？因为我通常我打的球都没有到非常非常的漂亮。对，那时候老师把我叫，这是设定我成为一个二传手。我那时候好像蛮好玩的，然后就觉得我感觉不是二传手的位置，可是又在想，如果我是大炮的话，我又没有到很大炮。可是我又觉得，如果大炮的话，第一可能会不够力，没，就是不是说不够力，是没有其他的大炮那么有力，所以就有点觉得，我可以是大炮嘛？然后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如果是二选手，就觉得我打的球好像没有到很好看。然后如果我是副炮，就是可能中场之类。比较接球的比较多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也蛮好的。可是想来想去，日传手应该是比较适合我的位置吧。我很喜欢用，如果我是中间我要篮球的话，我很喜欢用，就是或者是我在讲什么？我是一个很喜欢偷偷就是耶，就是把球顶过去的那种人，就是如果偷偷顶过网的话，对面会有一点措手不及。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对。我不知道他们有叫披萨哎，我本来是想要今天叫皮蛋。香菜皮蛋猪血糕披萨，本来是想要叫，可是我家里附近的那一家是没有做这个披萨，所以我就没有点。对，可是我觉得足球的头锤比较痛吧。我不知道。足球我不会踢，我一直那小时候不知道怎么踢足球，我一直会以为足球是用前面这样子踢的，是球在这，我以为是这样子踢的。小时候是以为是这样，这很白痴。然后之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子踢的哦。我发球是用高手的，低手发球，我觉得要看几率。怎么说？低手是可以看那种很平飞，就怎么说，就是比如说网是这样，然后我第一手开球是那种，就是这样，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是高手的话，就比较像会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好，就是对各有各好吧。对，小时候大家都肯定以为足球是这样子踢的吧。他真的以为是这样子踢，结果是这样子，这样子不是，对，不，绝对不是这样子踢，太白痴了。然后我想问，其实大家习惯的打排球的手，你们会怎么放？就是有些人会这样子，这样手会这样子放，有些人会这样子，就看你们会把手收进去还是放出来。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手是这样子放，保护我的手指。以前比较喜欢这样，就小时候刚接触排球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是这样，比较不一样。就是，对啊。放出来是最标准。对，我学校，我以前小学，我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也是一直是这样子打的，这手是这样子放，我都是这样子放。可是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这样子打，高中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子打。第一是因为看到别人这样子打好像蛮厉害，第二是觉得习惯了，有点习惯了。
我以前教也是放出来，然后慢慢改变成为这样子。可是我自己个人小习惯，可是学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打。对，然后我很喜欢用的是单手，这特别是就是救球的时候都一定会用到单手。可是我连接球我也很喜欢用单手，可是单手的话我很稳，就是老师会一直跟我说不要用单手，不要用单手。然后我就说啊，好好，可是有点习惯，因为单手打得比较好，所以很常用单手，一直被老师说不要单手了，用双手。我说好好好好好，双手双手。一开始小学的时候打会有一点痛，可是慢慢就已经不会再痛，是不会痛。我不太会跳发，跳发球很厉害，我觉得跳发球很难哎。我很怕打到人，对，我以前有试过，就是发球不小心，就是你知道前面都是自己的队友，那不小心打到别人的背还是屁股什么的，我都很抱歉，因为这是很刚好的不小心打了过去，然后我就马上赶过去道歉。可是那个学姐根本说，那个学姐超凶，那个学姐她会一直这样子，就是。看着师妹，我就很担心。那明明就是怎么说？如果我老师说要分组，一个学姐带领一个学妹，然后分到跟她一组，我会很害怕。可是我有遇过很好的学姐，我就很开心，很谢谢别的学姐没那么凶。可是如果因为我打得不好的话，另外一个学姐又很凶，就是很不爽，所以我就很难过。很可怕，好，这种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些东西。对啊，压力越大，打得越不好。没有学姐学妹，没有没有，这只是可能老师说啊，你们分组打一下，那我都不小心分到。跟那个学姐同组，我就很怕。好，念一下排名。谢谢第20名的是鸡，谢谢鸡仔。然后第19名是。加波妈，谢谢加波妈。第18名是小光，谢谢小光。第17名是解成，谢谢解成。第16名是国树，谢谢国树。第15名是志伟，谢谢志伟。纪伟，对不起，是纪伟，谢谢纪伟。然后第14名是怡婷，谢谢怡婷。第13名是班长，谢谢班长。第12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11名是柏成，谢谢柏成。第10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9名是冠维，谢谢冠维。第8名是小叶，谢谢小叶。第7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6名是 Joe， 谢谢 Joe。第5名是盖美包，刀仔盖美包。第4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3名是。五一，谢谢五一。第2名是 Andy， 谢谢 Andy。第1名是侯颖，都要在侯颖。然后为什么五一会改造？怎么好想回家？是怎么了？五一怎么了？五一最近是怎么？没有，有。出院，他怎么了？发炎？没事，没事的好。啊，等一下，你们直接说肠胃炎就好，肠子发炎，就想说肠子怎么发炎？肠子怎么发炎？对，我刚刚在想怎么发炎，可是肠胃炎肠
压力吧，工作压力，对吗？我记得他工作很忙，工作很忙，好像也会有影响到，还有吃东西时间有点吃无定时，对不对？可能是工作吗？工作压力之类，我记得他很忙，对。可是就是当然这时期这不要进到医院最好。无形的压力，谢谢颁奖的夏日记点赞。嗯，对，希望无一早日康复，然后赶快回家，然后可以休假一下下嘛，可能个两三天休息一下，然后再去工作是可以的嘛。希望这样会比较好吧，对身体负担没那么大。然后大家每个人就是工作的话也要记得顾好身体，要健康，因为我们以后还是要再见，对不对？以后要见面。对啊，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嗯，好。嗯，那我先下咯，希望大家这几天过得快乐，然后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对，我们都要快乐。拜拜大家！最近不知道要发什么照片，所以都没有发。以后我再想想要发什么。对，最近没有球赛，好空虚哦！赶快给我看球赛。拜拜。什么按沙卡拉卡是怎样 ？I wanna dance， 你的名字，笑死我！对，星期七要努力看球赛，我要当一个转述员。哎，没有还好，那个热情是够，可是太快了，而且场地很小，很。我看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也不是很不舒服，是因为不够大，墙不够大，然后人又很高，就很挤，你知道吗？很挤，好像看到一半那个喝那个饮料可能会倒在自己身上那种感觉，因为粉丝会这样子。对，看日本的棒球赛嘛，可是我对棒球好像也还好，我比较喜欢足球、排球。桌球我也会看，桌球你知道吗？对，乒乓球我也会看，就是那种就是，你懂吗？就是那叫什么球？就是那个叫什么？羽毛球我也很喜欢，奥运我都很喜欢。撞球啊、哦，撞球，喜欢看那个，对，撞球好看。哼，虽然大家会觉得很无聊，可是撞球很好看。我最喜欢足球 ，OK。现在这些看球赛最喜欢看足球。那我有我的人生清单，一定要到国外看球赛，还有很多。很多，好，我很多，我对未来期望，我对未来很多那种想法，所以
先放在心里。再见大家 Peace out Yeah 哎我记得哎，我差点忘记 Peace out。 哎大家以后要来做一个 Peace out 特辑，当我直播够多然后的时候就可以来接个 Peace 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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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Good day Good 平安，就那些那种对，很那个很酷，我不觉得吗？每一次 peace out 不一样，或者是都一样。拜拜 ，peace out。